当然不知道命运是怎么回事，不明白身处在的时候，任自己忍着自己的性子，在迷雾中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。那段路程走得太艰辛，也太心酸，太心酸。所以当人人世道身处在人命运的时候，聪明人便选择人世接受，人世接受神的主宰，告别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美好人生的痛苦日子，而不是继续与命运抗争，也不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所谓的人生目标。没有神的日子看不到神的日子，人不能真切的认识神主宰的日子，每一天都过得没有意义，毫无价值，苦不堪言，每一天都过得没有意义，毫无价值，苦不堪言。无论一个人身处何方，身处何方，身兼何职，人的生存方式与追求目标，给人带来的都是无尽的心酸与难以释然的痛苦，让人不堪回首。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，顺服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，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，人才能逐步摆脱所有的心酸痛苦，摆脱人生的一切虚空。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，顺服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，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，人才能逐步摆脱所有的心酸痛苦，摆脱人生的一切虚空。